表南音即来充满着南厝的文化气息，欢迎大家带着我来到今仔日的红岩电视十七南厝南南，我是珊珊。今仔日咪卡请大家欣赏国家戏《武则天穿洞》。戏比卡，混音自演，你等立功多年。用心不离，已是爱家心腹之人。偌久以来，爱家就想要协议重伤。一对劈玉佩，新婚证。二人太日后再行回正，下跪回娘娘行事。今日之事，恁想都无看见，想都唔知影，哪敢流言诽谤？哈哈，有鬼爱家乱笑！万岁爷驾行时节哦！
紫燕，方才靠嘴脸进宫嘛？方才，方才，奴婢是许贵妃娘娘安亲，何像何像听见王娘娘在几得瑟话？啊，御前多失敬。是王家家乱嫁无赖，为什么离间红兵？这就是说来，才是奴婢问个婚姻之，意思王娘娘故意不叫妻归回娘娘，就无愿意通兵了，即使跟我，也是跟我几步。哦，那就是一只狼进来。难道是姑妾？已经不是，难道是我就是亲生子女吗？紫燕，婚姻也是什么？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伊看见王娘娘手抱小公主，轻轻放入药篮，免老，免老就回宫去了。小公主何尝量他，怎么陪伊过去一夜？you
公主是被粉心之人激死，但此人不是东宫王娘娘。怎是一件痛病？王娘娘将小公主轻轻放落腰那，奴婢明明看见小公主眉翘入睡，怎是石桥头出面怒气转？我亲眼看见你无几回，亲手就是小公主。卖用计数呀！是你命我串通过重庆陷害王娘娘，事后又是你真将贵公公杀死呀！万岁呀！
见你惨死，好，我唔咧下手上得你。陈殿之，王氏，我为四人打入明镜，还分面后再捉，撤离。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说了，我们的节目收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7:35，您可以订阅我们的网站观看我们的节目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金港电视台蓝处蓝狼。